庆祝中华民国103年双十国庆，南加侨社从27号星期六开始，长达一个多月的国庆活动正式开跑。估计24场活动，包括了盟誓、中华会馆2场升旗典礼，还有各种的文艺、书画展览以及体育比赛陆续登场，可以说是多元又精彩。华埠升旗典礼是10月5号，早上8点钟封街，9点钟开始。游行10点10分，在中华会馆门口，升上我们中华民国国旗跟美国国旗。我真的非常谢谢我们这边所有的侨胞朋友，他们对中华民国的支持跟热爱哦。那我们这一次今年103年的国际系列活动有24项，内容非常的丰富，也非常精彩。看得出来啊，我们这边的侨胞朋友啊，他们真的是全力以赴，那想要借这个机会呢，表达对我们国家的热爱。那活动非常精彩，我们真的很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共同参与。好，感谢侨胞爱国热情，庆祝双十国庆，南加侨团大集合，经过了3个月的密集筹备，大大小小活动一箩筐，从27号星期六国庆杯高球赛以及插花展抢头香，这拉开长达一个月国庆活动的序幕。我们预计10月9号洛杉矶台北经文处举办的国庆酒会，以及10月10号国庆当天台湾文化访问团在这东洛杉矶学院演出，达到最高潮。我们欢迎到时候侨胞踊跃参加。